Thank you.
事没有理所当然。换句话说，不是哪一个人这个什么这个什么一定要怎样子啊，某一个人一定要怎样子，没有，凡事没有理所当然啊。这个意思就是告诉大家，我们要珍惜啊。那么简单的一个故事，有个大富翁啊，他什么都有，但是他就感觉到他没有幸福，所以很痛苦，所以他就把他所有的金银财宝全部放到一个袋子里面，背着到处走，到处问，说谁给我幸福，我这一袋东西金银财宝，我全我这个这一辈子赚到的所有的金银财宝全部给他。他就到处问，这边问那边问，问问大家都不知道要怎么给他。但有一个人告诉他，女婿在某一个这个森林里面有一个大师啊，就是一个大和尚，你去了那边，这个大和尚会告诉你什么叫幸福，你就有幸福了。好，他就去找那个大师，很不容易啊，翻山越岭的到处找，终于找到了这个大师。好，注意到了，幸福快来了啊！当他好不容易走到这个寺庙，看到大师以后，他毕恭毕敬的进去找大师啊。大师就跟他讲说，幸福就在你身上，但是他不相信。那个大师马上把他的袋子抢着就往外跑。这个大富翁啊，袋子被抢走以后啊，从后面开始追，追了一下以后就追不到了，因为在山林里面，因为他非常懊恼，非常生气，哎，怎么叫他来找这个大师啊？结果呢，怎么样？当他在最痛苦、最恨的时候，这个大师回来了，他把袋子再还给他。他说：“你刚刚的痛苦，啊，刚刚的愤怒，就是因为你失去了东西，失去了这个金银财宝，所以幸福本来就在你身上，你不要到外面去找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原始林所有伙伴，真的能够有机缘来到这里一起相处，真的幸福都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大家共同来珍惜它。”啊，这个就是叫做没有，凡事没有所谓的理所当然啊，幸福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来把握啊。那么糊涂藏在幸福里面啊，幸福藏在糊涂里面，幸福啊藏在糊涂里面，不要太认真，天下的事放轻松，你就会得到幸福啊。在我们微妙的内心里面，有很多东西不是讲得通的、想得通的，那就是叫什么？看山是山，看山又不是山啊！这个在我们中国的古文学里面有非常多让你提升心灵的东西。很简单一句话啊，灯火阑珊处，啊。啊，众里寻他千百度，啊，那人就在灯火阑珊处，那个人就是我们原始林。大家来到这里，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光荣，非常的荣幸，也非常的感谢。希望我们大家共同为我们的原始林来努力，来参与我们的健康、平安、快乐的人生。谢谢大家，啊。